见狗狗完全听你的，指啥咬啥，这出门谁还敢惹你，都得老实的给你呱呱拍手喊六，一分钟教你指物咬物。刚开始我们拿出狗狗喜欢的玩具先逗一逗它，在狗子非常想要的时候把玩具放在地上，等它冷静下来，然后用手指着玩具，只要狗狗的眼睛盯住玩具了，让它去咬。先让狗学会一个惯性，我们的手指到哪个物品了，它只要盯住就可以去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折点树枝之类的东西跟它玩一玩，等狗玩嗨了上头了，让它冷静下来，再给它一指，盯住了再下口令，让它去释放一下。后面咱们就可以换成固定的物品了，先给狗指一下，等狗盯住眼前的东西了再下咬的口令。狗狗咬到之后呢，你一定要在旁边鼓励它，好好狗。等练习的越来越熟练了，我们可以再过渡到粗一点硬一点的物品上，让它去咬。学会了吗？不要犹豫，去战斗，下一个大哥就是你。